老规矩，咱们先用甜甜圈开路，先跟孩子们交上朋友。这个小男孩太可爱了。这小姑娘，哇，好漂亮啊！你好漂亮，好漂亮是吧？看这个小宝宝，来着。Hello， 大家好，我是肖飞扬。从这期视频开始啊，我们的视频节目就叫《今天我们跟谁有缘》。我也不知道今天会跟谁有缘啊。我们现在准备出发了，我很期待接下来哪个小朋友会出现在我们的故事中间。我们等会儿见。哇，好嘞，好嘞，好嘞！这个小孩好漂亮，这个小孩好可爱。好了，好了，好了，这个这个这个。么子大的可能。来，么奶奶娃呀。兄弟们，我们的旅行故事又有了新的面孔加入了。我们刚刚路过一个小院子，这群孩子对我这个中国人很好奇，几个大胆的小孩在墙角偷偷的瞄啊，于是就有了这些珍贵的画面。看来我们和这群可爱的普氏图族的孩子们注定又要有一段有趣的故事了。老规矩，咱们先用甜甜圈开路，先跟孩子们交上朋友。这个小男孩太可爱了。好可爱呀，好可爱呀。哎，这个小伙伴这是要是干的。好的。这小姑娘，哇，好漂亮啊！你好漂亮，好漂亮是吧？看这个小宝宝，来着，哇，好漂亮，好漂亮啊！兄弟们，我自认为自己还是读了几本书的啊，但是遇到这些可爱的小朋友，我就词穷了。我除了会说好漂亮，好漂亮，我不知道找不到其他的词可以形容了。大家，你们有还什么其他的更好的形容词来形容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吗？我除了说好漂亮，呵呵，好可爱，我就不知道说什么了，真的是太可爱了，好吧，我没有别的词可以形容了。每次见到他们，我都心花怒放，非常的开心啊。哦，这个，来，忘了，哎呦，掉了。还有吗？还有谁没有啊？这是张念，还有。不能再过来。这有没有？这两个，后面的那也是。OK。这个是，这个男孩。还有吗？还有谁？你们有是吧？对。好，对，不抢。对，哎，还有吗？还有谁没有吗？有吗？来。这个，哎，这还有一个，好可爱。那怎么不好的？哦，还有一个，他有。宝宝你好。哇，好可爱，你还要不要？哎，来，给他。让他自己抓吧，让他自己抓。抓。再砸一点。兄弟们，我们刚刚了解到啊，这些孩子们是五个大家庭的小孩，就在这个院子，看一下这个后面这个墙啊，这个院子就是他们的家，然后是刚刚从阿富汗过来的，因为各种原因吧，然后来这边看能不能讨生活，所以他爸爸妈妈是刚来，孩子们也跟着迁过来了，他们互相之间应该都是亲戚啊，你看一个个都很乖啊，不争不抢的。我很喜欢这群小孩。兄弟们，我们有几个娃娃，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没有鞋，五个娃娃没有鞋子的，我们一人送上鞋子给他们。来，你过来，兄弟们，兄弟们看一下啊，这几个宝宝没有鞋子呀，赤脚冷死人了。妈妈在屋里，一个两个三个妈妈的，四个宝宝没有鞋，还有这个，还有这样一个，五个，
二姑六的家都没有鞋子。你买过三只的？两个最小码。一个二码。还有一个人，你我们现在去拿鞋子，我们现在去拿鞋子，让他们等一下，让他们等我一下，自己给宝宝。好。Let me find a sugar book. I'm in your bushan. I can't boot bushan. Beer. I'm making boot nader. Boot bushan. 兄弟们，又到了我们送鞋子的环节了啊！我的后备箱里永远都带着一提小鞋子，随时准备送给那些最需要的、没有鞋子穿的小朋友。在这里再次感谢那些给肥羊的视频打赏和充电的朋友们啊，都是你们的信任和支持才支撑着我可以帮助到这么多可怜的小朋友。我这个借花献佛的人真心的要感谢所有点赞关注和打赏的兄弟们，太感谢你们了。我有一种预感啊，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和这群阿富汗普什图族的孩子们一定还有很多很多有趣的故事。兄弟们，你们喜欢看他们吗？你们喜欢这些孩子们吗？兄弟们喜欢的话就发弹幕告诉我，或者评论上面告诉我，我以后就多拍一些这些孩子们的日常，还有我和他们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视频制作是有收益的啊，朋友们，你们的每一次观看、每一个点赞和关注都会对这个视频产生收益。现在肥羊的那个视频的收益大概每个视频可以有8到10块钱左右，希望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帮忙点个关注好吗？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视频了，然后这个视频产生的收益肥羊都会用来帮助这些可怜的孩子们，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一下，特别是有缘分刷到我的视频的新的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帮忙点个关注好吗？谢谢大家，谢谢大家。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100 miles. If you miss the train I'm on, you will know that I am gone.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100 miles. If you miss the train I'm on, you will know that I am gone. 有小女孩没有鞋子是吧？哎，你没有是吧？抱一下，抱一下。啊，谁帮忙手嘞？抱一下，抱。看一下，我们抱一下小孩。可爱啊，兄弟们，来看一下，看他没有鞋子，冷不冷啊？你看你的脚都没有鞋子，你冷不冷？是不是很冷？啊！去这样子的。走，我们去拿到鞋子给他。那等一下，拿到鞋子给他。等他塞不着看，他等他塞不着。我带了一个。来抱一下，抱一下，抱一下，太可爱了，太可爱了，抱一下，抱走了，去中国好不好？带你去中国做女儿好不好？我那个他妈都带了好多女儿了。好了，兄弟们，这期视频先到这里啊，故事才刚刚开始，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请关注肥羊的频道好吗？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